哇哦，欢迎！来，大家一起站到我们的这红点位置，大家可以靠稍微近一点，然后我们的摄像机把大家都包全哈。好哇，我们的 SNH48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，一出现哈。那我可不可以来采访你们其中的哪一位？可以。首先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能参加微博之夜这次的活动，然后自己平时也挺爱刷微博的，然后就非常开心。然后今天晚上也请大家欣赏我们精彩的表演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来，请步入我们的主会场，谢谢各位。2016微博年度人气组合 SNH48， 请阿梅老师对为 SNH48 颁发荣誉。好，中间稍微稍微靠拢一点 SNH48， 姑娘们我们稍微侧身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大家可以靠拢一点。好，非常高兴再次见到 SNH48， 也恭喜张杰、亮颖、维维、王子涛、郁可唯，恭喜你们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记者朋友，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荣誉颁发者，谢谢潘总，谢谢梅姐，请先台下就坐，也谢谢我们的荣誉获得者，各位可以先台下就坐，请。
谢谢。谢谢 SH48，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，谢谢，辛苦了。